好，立了教啊，跟着我一起做哈，来，开始喽，范围选起来，滑鼠放在里面哈，储存格式啊，把它打开来。他说蓝色的细直线作为内线，哦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到外框标签点下去。哦，细实线有没有？样式细实线，蓝色的颜色，蓝色的颜色，好，选内线。到这里，内线就设定好了。再一次，选外线哦，我们这要设定外框了哦。来，选到外样粗的实线，样式先选到。再选红色，红色有没有？最后选外框这样子嘞，一定要在这里看到结果是 OK 的，你再按确定哈。好，OK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当边啊现在这样子嘞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最后的结果。会了哈，来，接下来他说。请把 B 栏的宽度设定为20的宽。B 栏哦，B 栏是指哪一栏？上面那个 A B C D 那个 B 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滑鼠要放在 B 这边，滑鼠放在 B 这里。哦，我们现在做第四题喽，滑鼠放在 B A B C D 那个 B 上面，右键点一下，栏宽。栏宽有没有？把栏宽啊点下去，有没有看到栏宽两个字？好，栏宽点下去之后，它要我们把栏宽的宽度设为20。好，按确定。好，然后呢？接下来，请你选到交通费的范围。交通费这个标题不要选到哦，是底下的数字的范围，把它选起来。他说啊，你交通费底下的数字范围选起来之后，他要你做什么设定呢？他说，请你去设定。看一下哈，来，当你把这个交通费的范围选起来之后，它要你去设定格式化的条件哦。等一下，你要到格式化的条件里面去选，选什么？选橘色的资料横条，橘色的资料横条，它会因为呢，它会因着数字的不同。数字的大小不同，橘色的颜色就会呈现有深有浅的意思。哦，所以当你把范围选起来之后，请到上面来，设定格式化的条件，把它点下去。设定格式化的条件，点下去之后呢，请各位到这边来，资料横条。它要求橘色的资料横条，所以在资料横条里面，请各位选橘色这个。好，看到了哈，橘色的资料横条，按下去之后啊，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？有的有深，有的有浅，有没有？哦，数字越小的，它的这个颜色啊就越少。哦，数字越大的，它的资料横条橘色的就越长，有没有？它用视觉化的显示来取代啊，来显示啊它的数字的多寡。哦，所以数字越高的橘色的部分就越多，数字越低的橘色的部分就越少。
就是我们所谓的资料横条的展现的方式。好，这是交通费的部分。有没有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的？有没有资料横条？橘色的资料横条。好了以后，就请你看下一题。下一题呢，他要你做的是会议出席费。第五题啊，刚刚做完第四题了嘛，对不对？请接着做第五题。找一下会议出席费，他要我们用色阶，色阶，而且是红黄绿的色阶，找看看在哪里。